现在是11点半，昨天晚上说要早起，发誓说要早起去下关拿活的，然后因为跟朋友打王者荣耀，搞到2、3点，又起不来，太难了我感觉。现在必须得起了，因为我点了外卖。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。天气还不错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前天看别人骑摩托车特别帅，摩旅嘛，然后他就自己专门去重庆买了一台摩托车回来，5000块钱，但是不太顺利，就是买的第一天就摔了3跤，所以他开回来摩托车到现在我都没有看他开出来过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这家应该是。川哥，我能进吗？啊，你先陪我一起把这个碗收拾一下。啊？先陪我一起把碗收拾一下，我就可以陪你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可以快速。他妈的，跟我有啥关系？我们今天吃10个鸡腿。啊？来吧，今天吃了快点快点，把这些收拾一下，我就可以快速的。有阿莲，阿莲是要来干啥的？他们去洗碗了，留我一个人在房间。我只能看一下房间里面有什么吃的，这酸奶是不是快过期了？21年的，21年的还行，给它留着。橘子我吃2个，应该没啥事情吧？川哥，我们开摩托车出去晚点早饭吧。我现在摆虾户一下，表演一个昆山橘子。不是，我们去逮虾户一下吗？好，逮虾户，知道不？迪迦是吧？啊？迪迦是吧？不是，他妈逮虾户怎么是迪迦？你没有看过？不是，不是有首歌叫《逮虾户》什么？对啊，就那首歌啊。他们那怎么是迪迦？头文字 D 呀、啊？动画片吧？对，电影动画不是？片的，动画片的。我没看过你啊，没看过你也该知道逮虾户啊。你们这橘子，我刚才看吃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些已经烂掉了，要不走的时候我帮你们分担一些。行啊，你把烂的拿去吧，烂的全部给。川哥要骑摩托车带我出去兜风了。川哥的头盔多帅，再看一下我的头盔，就给我带了个这电瓶车的头盔。可以啊，你居然能把它开走。什么时候玩？怎么样？可以。我操！别把我头盔跑坏了！可以，后面还有脚蹬。好了，走吧。本来只是想来蹭一下川哥的摩托车，但是川哥非要请我去吃2.8块一盒的寿司，画面呢？那我就勉为其难吃一下嘛。我会被牛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慢走啊！这个态度好好。那可不吗？这种只是你想想，两块，
两块八的寿司，不应吃不吃寿司。我们又去买了两盒。阿莲吃不吃？阿莲不吃，太好了。你两个吃一盒。我们四个人吃两盒不行吗？为什么要他们两个吃两吃一盒？我们两个吃。你们两个吃半盒吧。吃一盒半。海哥吃寿司了。是吗？来嘛，来吃两个。来嘛。哎，来看一下。全班去那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不是？我能吃啊。他可能不吃吧。不是，你吃完要刷牙的，阿莲。你牙套想一下，这个肉松嵌到牙套里面多难受，我都能想象到那种感觉。不吃了。是不是那酱油？嗯。啊，要酱油。这里有。我只拿了一包芥末。这两块八的寿司还挺香的。我觉得我不沾也行，不应该吃两个。我也觉得不沾也行。一人一根签子，不要了。嗯？不会放车上，不知道会不会没头。会。难说，就看你这个头盔贵不贵。看起来挺好的，主要是川哥，我戴了你那个电瓶车的头盔，我感觉我好 low， 好憨。你看过他那个吗？没有。啊？你没看过阿莲那个头盔吗？就他可能自己也觉得不好看，自己也不戴。反正我戴着，就粉色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自己头顶吸上去的。关键你想一个男的，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你不觉得？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个，你知道吗？你对颜色基本有偏见。我说我不戴，川哥说我们要。不够帅。川哥说要遵守交通规则，然后他走到不爱路就逆行了。你干嘛不爬到这里走？我跟他说不爱路是单行道，他还不信。不是，我是到了之后你才跟我说他是单行道。你都开进来了，我能说什么？我来吃嘛。他应该不吃吧？不，吃寿司吗？啊？感觉他不太感兴趣。不然。啊！输了。不会吗？啊！会被咬过。